记得我以前高中在戏剧社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金超硬的，什么都碰不到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因为京剧逼自己，所以稍微好一点，但是还是跟大家差很远。觉得自己的肢体真的非常需要加强，光有情绪好还是不够，没有肢体什么都演不出来。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你知道，很不帅。我就是很怕被人家看到真实的自己啊。演戏就是可以打开心房，观察人心，就是再继续努力啊。努力希望可以被看到。